那个柯文哲市长啊，他是失学毛泽东啊，所以他是说他一直在骗。我不希望我们在座的这位现在现场居民啊，也是在被骗的、啊，一直被骗，骗到四年后了。那个，你们知道，我们这个福，我们这边有个青山福德公园，青山福德公园的由来哈、啊，就是在民国64年的时候，7月26号在国父纪念馆举办一个杨小沛音乐独奏会。那这个音乐读书会的收益哈，挹注了所谓的松山公园定化基金，这个松山公园定化基金呢，就如现在所谓的联合医院医疗基金、捷运重置基金一样，它都是受所谓的台北市政府的受所谓的预算法的管制。那如今呢，福德平台要拆了，那跟这个基金，福德平台跟福德青山公园是它是属于这个福德相关，就是以前所谓的松山公园。它是属于，它跟福德平台是属于绑在一起的。如今福德平台要拆了，当然这个基金与当时用途不符啊，这是否违法，变成造成所谓的预算法的违法问题？请各位现场的官员好好来思想这个问题。当然，有关这个基金的运用到现在到底有没有合法，我想我会请监察院来调查这个事情。那。所以这是属于我说我刚刚讲的松山定化基金，所以我个人认为，我是希望比较福德平台是应该是要活化利用，而不是所谓放在那边当文字馆，比较适合做青年旅馆，或者是做一些青年文创，或者是青年创业的一些一个育成中心，而不是现在放在文字馆。当然你办文字馆，大家市民居民都反对啊，希望你把它拆掉啊。可是你现在拆掉，你确定没有违法？你真的确定没有违法吗？我不需要你们到时候被关，你就算拆掉了，就像大埔一样，要原地重建。好，谢谢。那个好，最后，蔡理事长，你们要再发言吗？谢谢。麻烦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好登记发言。您是戴佑明。蔡佑明。戴佑明。戴佑明。好，您在那个理事长发言之后，好不好？那个局长、各位长官、各位乡亲，这个广慈，因为大家的疑虑就是户数太多，但那一次我们有团队去拜会市府，局长亲自接待，有善意回应，可以再做调整。另外一个部分也就是说，现在他也是都是在盖公寓，没有在拆公寓，当然。他那边有力道，那这个我想就是说，你这个建蔽率，都市计划委员会已经40% 降为35%，那这边也在重复跟局长建议一下，就是多出来的5%，让这个能再增加这个公园的这个使用，或是开放空间的范围再加大，因为这个都市越稠密。现在台风就是人口太稠密，极端气候，那相对的大家的疑虑也是个，所以希望这个多少用的这个建蔽率，来多增加在公共的空间或是公园的这个部分。另外，是柯市长的好意就是说周遭也一起带动，那现在已经降到350，那么我们周遭的都是225。说所有的奖励可以到337，可是我不晓得，当然这要大家市民的团结，要大面积，可是到时候是不是7折8扣，又不到337？哦，这一点余力也请杜阿姐的帮忙，就是周遭如果能达到337，是不是又可以帮助周遭一起来提升？那周遭四五盖有更广的绿地面积，我们周遭不管。所在里或附近的里，都容积率也提高，这样才是大家的福气。谢谢。谢谢蔡局长。那戴佑明戴同学，麻烦的话，2分钟，谢谢。在你进来之前，我就公布2分钟。好，大家可以去 YouTube 看一下，松山县很多地层下陷问题，包括体育局红馆。城隍庙还有老友夜市都有很多的房子裂开，或是整个
像那个体育局就只能限了五十公分。那未来新一线在开发的时候，其实它造价成本很高，你就可以知道这里的地质是非常破碎的。那地质破碎跟断层其实也是两回事，因为当初台北盆地形成，就是整个台北是一个丘陵带，像这边赤洲山一样，那中间盆地就是陷，因为火山炸出来，所以盆地陷落的。那其实这种你可以看出来，这种地层下陷的问题可以解决，但是我希望都发局这里你要有足够的保险，可以提供这边，万一这边发生什么事了，你愿不愿意花大量的经费来解决这个问题？啊，再来，好，这个是我大家看一下，最近因为下雨，只要大概下100以上的一天，100以上的雨就会造成这样的风潮。那台风啊，那种午后超强对流雨不算的话，你连下个梅雨，吹个东北季风都会造成山上的崩塌。那未来现在是广慈的森林绿地，那你未来开发成一个像那样，成为那样的都市热岛，都市热岛大量吸热，晚上散热，那是不是会造成更大的对流？那是不是又造成山区崩塌？那其实这都是小规模崩塌，未来会不会发生大型的不晓得。好，再来下一张，它只是俯视的。在永春高中，其实看到那个象山的鼻子，大家都两边都塌陷了。好，再给我三张。这个是市政府捷运站出口。那请看到南港线龙山寺到市政府站已经通车15年了。那其实看到，其实连新进化区的旁边捷运线通车都15年都没有都更了，都是这样维持4-5层的房子。请问我们这边有比新进化区临近还有潜力都更的有可能吗？那包括古林街也是，永春站。武林街后面也都完全没有都更啊，那这里凭什么都更？好，谢谢戴同学。那最后我就请林局长来统一回应。